展望星031B贴合机的安装与使用。首先准备好真空泵、气管、电源线。第一步，连接电源线。然后将真空棒的电源连接至贴合机后面。真空棒上面分出的这根管子连接到贴合机的后面。连接控压机。打开控压机气阀。打开贴合机的电源。开机以后，按最后一个黄色按键，进入自动启动模式。将贴合机托盘上的红色垫子放在托盘的正中间。将托盘推到最里面，同时按两个绿色按键启动。贴合屏幕时，温度用40摄氏度，压力调到3到5公斤之间。